S 的访谈节目受到许多粉丝喜爱，每次都会在网上引爆话题。今日班底 Peg 就在节目中爆料，提到某位女团出身的艺人有艺人病，不仅认为自己的身份和 KOL 不同，就连合作报价金额也高得吓人，让她不敢再联系对方。节目播出后，许多网友猜测该位有艺人病的人就是诗雅。对此，二日诗雅也发文澄清，并曝光了自己和 Peg 之间的对话，表示在联系的过程中没有说自己是艺人，但她也承认自己确实是艺人，跟 KOL 不同性质。而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他和 Peg 对话的过程中都很有礼貌，也强调自己没有开天价。诗雅也委屈表示被抹黑的感受不好，认为有问题应该当下和他沟通，甚至两人在录影碰面时都还有打招呼，并在最后强调发这篇文是为了澄清，不是带有情绪的发文，也在对网上引起讨论。